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. Please hold. 月亮是神抛下的硬币，也仅仅是格局更大的两难。公元1994年，宇宙热搜榜一 ,SL9 撞上木星，致其永久性留疤。彗星总是披着好听的昵称，制造爆炸性的话题。而伤情稳定的木星，将所有 OK 泵粘成了熠熠生辉的光环。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. 我们都是被发射升空的一生，铸造、点火、计算、脱离、融入、修正、漫游、对接、工作、反馈、补给、坠毁，顶多途中偶遇引力失判的远星，触发一段仪表失灵的爱情。为了原生的野心，为了更高的文明，为了无极的繁荣，在星河中垂钓寄语，在规划下适应孤独。 Capsule 是整个故事的续轨，被弹射的我们会不会是宇宙安眠的胶囊？整片星辰会不会是盛大的布景？狡猾班底，阡陌信号，捕捉我们认为科学极乐的梦，而地球的经纬只是一团小小的蛛网，甚至整个宇宙会不会其实正挂在某个巨兽的牙齿上？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. I got you. You can go on the homeward voyage. 此时此刻，恰好的引力是氛围感，云图是包装纸，银河是缎带，礼物是你。